啊，照啊，系乜都可以照上。这里我们再慢慢听，你听一下，你听一下，来。
Thank you.
其实这次活动呢，我们最主要呢是结合了一些卡通的人物。那我们在展馆里面呢，我们集集站呢，最主要就是结合了一些卡通。那像我们的展览馆里面就会有面包串啊，或者是像鬼太郎啊，这些呢，在日本当地呢，它都有做成列车的造型哦。那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，会到那些展馆去参观。那你知道我每天排在哪里？公共厕所。接电话。我是六日会到的。会到现场。会现场吗？不一定，很积极吧。就看这里排哪个哪个。我们车的。你自己在上来，我知道啊。自己骑的。因为我今天回去要骑摩托车，我知道。神经病了你。燃烧吧。啊。年轻人就是要燃烧。那你疯了。就像蒸汽火车一样的燃烧，不是用气的下去就好，不然会破纪录。不会了，真的会啦，我都骑过。我已经尝试在垦丁晒过3天了，可是晒完之后会整变成印第安人，然后三天之后就回来。你是人吗？这是传说中令人震撼的好吧？对吧？从小到大就被震撼到底。
想问第一个，我叫王耀正，如果我会画。